Hallo.来了来了，我一波是不是？我微博上现在有吗？帮我看一眼，就是我的微博上有没有直播链接？我不是在微博上直接点开的直播，有的哈啊，那就行。给你们先听一首我最近刚挑歌啊，唱到心里的那种，就往心尖上钻。一首法语歌，法语歌。你们现在可以有多余一个手机的话，可以听歌识曲一下。上来就给你们安利一下我这两天新听到的歌，好好听。不是印度的。今天好帅啊！谢谢啊。没有穷，就不要夸我，一夸我容易不好意思啊，毕竟年纪还小呢。你在座的都是姐姐吗？都是姐姐还是妹妹啊？都上大学，都大学毕业了吗？还是多大？就是这些说我可爱的什么的，都几岁了？啊，上小学呢？你说哥哥可爱呀？都是姐姐吗？我25吧，说周岁啊，我25岁啊，你们都多大呀？大三，你看，都是小妹妹，就这我最大，然后最可爱的就是我。你们天天说，哎呀，同桌好可爱呀，呀呀呀呀！我就看你们就说这些东西，我老以为你们是阿姨了，你知道吧？总以为你们是阿姨粉、妈妈粉，老说我可爱。那你们说，你们要是17、18岁啊，上初中啊，刚刚上大学什么的，就是我们是一个阅历啊，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年代，而且我还比你虚长几岁啊，就经历比你多。这样说我可爱，你觉得合适吗？那哥哥给你卖个萌啊，是不是这种类型？30不算阿姨，三十算姐姐，40往上就得叫阿姨了。我的 ID 是114204241。啊，谢谢关注。哎呀，来了来了啊，就接受一下啊。哎呀，哎，等一下啊，关个音乐。呀，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你那是蛐蛐叫吗？灯弯的，养蝈蝈的。我们大家都不是盼着春来到的吗？所以说蛐蛐不是我，等一下，我这嗡嗡的响，你能听到吗？我听得到，可能是你没有用耳机吧。我得用耳机吗？就滋滋滋的响，感觉你家养了10000只蝈蝈。是我盼春来吗？不是，你把你那个设备拔一下试试呢？你就用那个设备自己的声音。好吵哦！你自己听不到吗？我听得到，但是我已经全部拔下来了。现在，你等一下，重连一下吧。要不耳朵受不了，滋儿哇的。我这手机刚买了一个月，就给我滋儿坏了。那个什么，你先重连一下我喽。好了。怎么关呢？是，不然感觉对我手机都不好，是不是？手机影响我寿命。要嗓子最近老是不干净。耳机档快聋了。
这辈子绝了。什么？白开水，刚不是刚，这是那个，就哎呀，这个不能给你们安利牌子不好，它就是一个特别能装的一个大水杯啊，就特别好用。哎呀，这个特效，今天好好看，哎，谢谢谢谢，我哪天不好看呀？哎，天天真的是。好好，我这下边还有个 pad 放音乐，然后远程遥控啊，就现在就是直播呀，这个东西就是就有人在就是在就相当于你录节目的时候带了个耳机，耳机里边就会有导演在那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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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现在怎么着怎么着，现在怎么着怎么着啊，但我一般我这样我哎，对耳返啊，你好逗。你是不是迷上直播了？没有没有，不就什么玩意儿？这怎么挡还挡不住呢？这占我便宜呢？这谁呀？不合适啊，不合适。我理发了。我今天专门剪了个头发去。好看，好看死了！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你没有见过哥化妆吧？你现在就好看死了，我稍微化一个妆，你说你到哪儿去了？你就是不是？大缸得多喝水。我今天不知道咋的，是着凉了还是怎么着呢？就咳嗽了，就有点人心惶惶，就有点那啥，有那么一点点咳嗽，可能是着凉了。你看，哎，你们给我安静啊！评论区安静，不要带节奏，就是一点小咳嗽。今天可能唱歌唱多了，就是。用嗓子用多了，多喝点水。我现在就不停的喝着，不合适，不合适。谁呀？老花这个干嘛呢？这女孩要不要点脸呢？马来西亚的粉丝，万能。抓起来，把他给我隔离了。那我就先放点音乐。这谁过生日了？我给你们听这首歌最精髓的地方啊！好听吗？哎，我到这边来，你还亲啥？一天天，跟我说了，说他们先连，就让我先在这儿待着，因为不知道为啥一连那个滋儿哇的，我跟你们说啥来着？忘了。想起来再说吧，因为我没戴耳机，不是不戴问题。还有，他为什么有话筒？主持人有话筒，嘉宾没有话筒吗？可能就是他有设备，就有设备还不好用，设备太便宜了，然后就滋儿滋儿响，哎呀。
自己买，末期少年穷，那几百块钱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哎，我这个头发这块没抓好，显得我发量堪忧。我今天自己抓了个头发，你们能想象吗？洗了两遍头，剪头发了。我今天剪头发了，但是没有让理发店帮我抓一下造型一下。我说不用了，我说晚上直播呢，戴个帽子得。然后呢，一想到戴帽子，哎呀，不好吧，不太好，不太好。就是毕竟是什么，是个工作任务啊什么的，戴帽子显得不尊重嘛。然后就算了，不戴了。而且上次播的时候也戴帽子了，就也不好。完事呢，我就说自己抓一下头，然后第一遍就给抓毁了，叫发泥弄多了，发泥弄多了嘛，就那个头发就成绺了，你知道吧？就成一撮一撮的了。然后就洗了又重新抓，抓完之后还行，然后喷胶喷，然后胶喷多了就会觉得那个头发太硬了，就是那种，但这个喷的也是有点硬，就是有点就头发感觉特别硬，但这个还好。后边喷的有点多，这得学。我原来会抓头，后来好久不自己造型了，就生疏了，就是自己搞几次就会了。不是我没梳头，我洗完头抓的，洗完头抓就是好久不抓了。头发好多啊，哼，头发多，我都不知道头发少是什么感觉。你们有没有头发特别少的？也没有吧，都比我小吧，要么就同岁，哪有头发特别少的？有的可能没有我这么多，但是一定也不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老秃，就老是说什么发量，什么发量少啊，或者怎么着的，咋回事呢？我在家。因为掉头发，女孩掉头发，但男生基本上不，男的要么就是秃子，要么就是头发挺多的，就两种，要么就谢顶了，要么就头发挺浓密的，只分这种两种极端情况。女生呢，可能掉头发呀，可能头发稀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但男生基本上没有那种头发特别稀的，要么就挺秃的，要么就是头发挺多的，两种。被内涵了，谁内涵你了呀？我这是事实感觉嘛，就我的感觉，就基本上，据我观察，男生没有头发特别少的啊，要么就是中年了，油腻了，然后那个头发油啊，然后吸地中海嘛，中间滑冰场，两边铁丝网，就一圈铁丝网，中间旱冰场啊，这就是秃了嘛，就那种老干部。然后要么就是我这种头发特浓密的嘛，然后女孩可能就是因为老扎辫儿嘛，老扎辫儿、老盘呐、扎个揪啊，什么梳个大马尾啊、盘个大麻花啊，就把那个头皮震的呀，就揪的就脱发啊，就特别容易头发稀少啊，就是你们梳头发不都什么就把头发往后一背，然后扎个马尾嘛？小时候爸爸妈妈总觉得那样是乖女孩，所以就小时候就死了命的往后震啊，就小时候被爸爸妈妈扯的，然后老了不是老了，然后年纪稍微大一点，就小时候那个病根就犯了。是这个意思吧？女孩就小时候你不觉得吗？就基本上我上学的时候，我初中上学的时候，没有女孩说什么头发就放下来的，或者披肩发什么的，都是学校都规定把那个什么大脑门子露出来，然后扎个大马尾的紧紧的，然后两边有刘海的什么的，就这块特长的还得拿那个小发卡，两边一边一个疤别起来，就整个大脑门子全露出来，这是学校的规定啊。所以女孩脱发就是学校跟学校规定有关系。是大概是话糙理不糙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脑门子不大，我这个发际线算正常发际线，
我这个发际线，从全中国来讲呢，在男艺人的这个范畴里边，这个发际线其实是非常非常，就比例是非常就是合适的啊，比较合理的一个发际线，就大家是能接受的啊。给你们看看，不行，不行，这露脑门呢，一定是要有一个合适的发型和一个就是恰当的一个妆容，就不是随时随地撩脑门，就它都好看。啊，这个东西它是有讲究的，是吧？它是有这个美学研究的。像我从小呢，就是学这个啊，就这种比例啊、构图啊、构造啊、摄影啊什么的。所以就你露脑门怎么拍照，是吧？你有刘海怎么拍照？你用什么色调，是吧？你化什么妆啊？立体一点啊，三维感多一点什么，特别有讲究。它不是你那么一说，哎，撩个脑门，肤浅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文化，你知道吗？没有文化，你才能说哎撩个脑门儿。哎呀，怎么越喝越渴呢？越喝嗓，哎呀，干啥？什么玩意儿呢？吃糖了吗？今天，我今天吃炸鸡，是不是对嗓子有点不好啊？吃那个上校鸡块，吃了一盒，然后吃了半盒薯条，然后吃大米饭没了，就是是不是太油腻了？好像是吃油的吃多了。嗓子会不舒服是吧？会的，但是我是叫的外卖，就是我不怕，我这个就是我没有那么恐慌啊，就是外卖什么的，就是我是敢吃，有的人不敢叫外卖，就是我叫外卖什么叫什么，我都到家我就敢吃，倒也不是不出，就是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要有足够的重视，就如果你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叫了外卖回来再拿微波炉过一遍。再杀杀菌啊也行，因为老自己做饭，你说实话，一个人在家天天自己做饭，累呀。就每次做一次饭，厨房的垃圾桶就堆满了；每次做一次饭，厨房的垃圾桶就满了。每次这是什么？太难受，就还是叫外卖。所以我还是不提倡叫外卖啊，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但是你们能做，不能做就叫，叫完。实在不行，好像说那个病毒，好像说是，高温能杀了，是吧？能杀了，那就在微波炉里过2分钟，啊，吃着放心，可劲儿吹。学到了吧？就现在好像能叫火锅，现在能叫火锅外卖了。我之前我是在超市囤货，买了一大堆羊肉卷、牛肉卷。啊，什么鱼丸啊，那个还有什么来着？鸡柳，就那种就是冻起来的，然后一煮就可以吃，然后蘸点豆腐乳啊、老干妈什么的，也挺好吃啊。当然，这个就是感觉像是特别饥荒，但其实好吃的，感觉家里闹饥荒了，天天水煮白菜、水煮这、水煮那，然后蒸红薯、蒸玉米，天天就是在家蒸，买那个什么紫薯。啊，健身啊，又你看，我不是老点我自己啊。说到健身，那就特别有研究啊。最近身材又好了，身材就又大了一圈哦，又大了一圈。你说过个年，不出门，哎，身材好了，你说什么呀？胖一圈。不行，这可能会被举报，会被关掉吧？你要是在这儿撩肚子啊什么的，是不是？是不是就是射 yellow 啊，就特别不好。脸圆不是，我这是我正常的脸，就是你们你我那天直播就是前2天吧还是什么？
是不是觉得我脸特别小，脸特别瘦？那开美颜了，开滤镜了，啊，今天没有，今天没有开瘦脸，啊，今天我是没有戴帽子嘛，然后我就头发搞了搞，我觉得还不错，我就什么都没开。但是他这个直播这个软件开播之前的那个什么，那个美颜呐、瘦脸呐一堆啊，跟整容似的，什么眼距啊。啊，眼角，啊，大眼、亮眼、磨皮，还有什么啊，人中啊，苹果肌啊，各种功能，我就能想象到，那有好多人都就是给自己整了个容，然后再直播，吓死了！就他那个特别具体，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你们要有这个软件，你们去给直播的人点开看一下，我的妈呀，眼间距。啊，眼间距、苹果肌，然后额头可以拉长拉短。你要是发际线太高呢，你就可以调低一点，就全是手段。不是暗示自己天生丽质，一个大男人是不是？不用，不需要，不需要。再说我长什么样，是吧？我又不是说你们从来没有见过我，我要第一次跟你们见面，我搞一下。那我要是什么都开了，这安心洞，你们直接啊，同卓，你是不是太过了呀？那你们就能看出来呀，我干嘛呢？对吧？就是同，你今天是不是有点过了？今天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呀？你先下去，我们等你，你再重新整个容，你再上来。天生丽质，哼！马上到我了，行，我等着他发过来，我就跟他连。哎呀，这家是一通说话，怪累的。7:40了，怎么还不连我呢？啊，来了。怎么显示的是正黑对手呢？我跟你比，有没谁？警察？啊，不是你？什么玩意儿？你为什么要这样？给你打招呼？不是，我们是要一起播，对不对？对，我们是要一起播。刚才出现这个条了，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要跟你 PK， 凭什么？不是啊，你刚刚发过来的时候，我看的好像是正在连线 PK 对手。是吗？不是，是怎么 PK 呢？我发起的是云啊，一起播是吗？嗯，对，你还是没有用耳机，对不对？我没有，我这充着电呢，我手机电不够用，我一边充着电一边播，但现在没有杂音了。是，我能听到我的回音。你摘一个耳机，这个设备为什么只有你有呢？我没有问他们啊，这我现在 Pad 可以直接联系到他们，为什么就给你了呢？来，我把这个回音给你搞掉。哎呀！天哪！你这么吓人的吗？这么吓人吗？太太一点事都没有。哎呀，又养蝈蝈了。妈，你就忍受一点回音吧，好不好？妈，你就忍受一点回音吧，好不好？好，我现在听得清。这叫有打有准备之仗，知道吗？虽然是昨天弄的非常简陋的设备，然后也是漏洞百出。你这是有准备的仗吗？你刚刚你自己在播的时候，我可是进去偷偷看了一下。你别看了，我都不敢看。什么玩意儿？你尴不尴尬？你伴奏都没有，你这自己以为有伴奏唱特投入。我左手诺大地，啥都没有。你跟我清唱一会儿好不好？清唱一会儿好不好？啊。为了缓解这个尴尬，你给我清唱一会儿好不好？就是站前面，嗓疼，快点的，嗓子疼，哎，快点，我嗓子不舒服。来两句，来两句，来两句，话不能掉地上，啊，话不能讲，来两句，来两句，唱啥呀？我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这不是我的歌，你接两句吧，我接两句是吧？对呀，对呀，来来。你先开是吗？你先唱是吧？尴尬就陪着我一起尴尬，有尴一起尴，好不好？啊，不用放伴奏吗？
有手握着天。唱什么词儿啊？那要不我唱前两句吧，你唱后边，我只会前两句。可以。嗯，有干一起干，干一起干。来三，我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张文烈主了，释放了山巅，把时光兑换成了年。人间之日作不良人。我懂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有 echo。是不是我第二句一出来，你觉得你自己输了，然后就马上用声卡了？你怎么这么不不能说不能说？出来还自带混响，可还行？你看我这还可有意思了，我跟你讲，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嗯，你不惊讶吗？惊讶吗？啊！你怎么会有这个？对呀、啊，好神奇啊！神奇啊！是怎么放的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我请了群演，可能是。那不行啊！那这两个人只为什么你有设备，你还能放音效？我什么都没有。因为今天我穿起整场，下次你穿起整场的时候好不好？我就把它送给你。好，这个什么那个什么的啊。明天好像是要播快乐大本营了，大家一定要看啊。然后现在有一档新节目叫嗨你在干啥呢，你不是你在干嘛呢，也在播，大家要注意观看啊，就大家就要关注一下这两个节目哈。我告诉你啊，是这样的，上面是这么写的。就刚才呢我播的就是我们的大中国。好了，我说完了。播的是我们的大中国。是吗？那大中国是在哪上唱的呢？快乐大本营。哎，这不还上热搜了，对不对？对不对？哎呀，不提了。所以说，请大家多多关注，对不对？请大家多多关注同桌，多关注大本营，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湖南台的节目。好，我们宣传口收啊！哎，收。你知道吗？刚才蔡蔡比你的宣传口更硬。怎么的了，李宁？你能想象他硬口播吗？他是不是说？播李宁了，来，那我们今天还是玩游戏吧，好不好？好，你这个游戏能玩？刚才别人的游戏玩不了，你的音乐非常干。那你这个游戏能玩？叫不断气唱歌。啊。哎，之前我看你也玩过这个，对不对？对不对？怎么能够演出来一种我并不知道什么？你不断气，对对，不断气，不断气。我必须戴耳机吗？你们是试听感觉会差一点是吗？我要戴耳机是吧？因为有回声。哎，等我找一下啊。你说这可怎么办？我想想，我耳机有回声。我好像没耳机，我没有有线的耳机。你无线的也行。无线的也行吗 ？Yes，Yes。啊，等我啊。你先别充电了。我就在这儿。固定电话。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什么好玩的段子？啊，我有线的耳机老那个什么，老丢。戴好了吗？喂，听到了吗？戴好了吗？我戴好了。哎，你看，早弄嘛。是不是不那啥了？不那啥了，你知道吗？刚才那啥，现在不那啥了，你知道吗？一那啥老那啥了。哦，来吧。好吧。我现在说话，我自己耳朵里边这个声音好延迟，你那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将就吧，行吗？这时期，简陋设备。来吧，来，嗯。好严格，来。什么？好严格啊，你来吧。
来、啊、那不断气唱歌挑战，今天唱的什么歌？嗯，你假装我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不断气的话，不断气的话，什么歌呢？对呀、啊，好难哦！不断气唱歌要唱很长。台本上好像说让我们唱气球。哦，真的吗？那就气球吧。来吧，真是太做作了。搜一下歌词儿啊。嗯，为什么不贴？这个。找到了，找到了，就一口气呗，那很简单，一口气，嗯，就剩你先来，就用那剩的那个最后一口气唱，你先来，还是我先来？我是有我的事儿，没有我的事儿、啊，没有我的事儿，一起吗？你自己，我这个肺活量真，来了啊，嗯。黑的白的黄的红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黑的紫的你的我的大的小的我你唱到最后我好像我爱也真的真太厉害了。你说这一口气多长？我刚才好像看我爱我家就是那个你唱歌很好听啊。这个，对呀、啊，肺活量非常长。哎，真的是众所周知，同桌的身体非常的好，还在家最近锻炼，对不对？嗯，对对对。啊，我看你还做平板支撑了是吧？平板支撑啊、嗯，仰卧起坐啊、嗯，什么做自己在家没事做做飞鸟，知道什么是飞鸟吗？嗯、呵，知道这个。躺下，然后这样有平板飞鸟。啊，对，平板飞鸟，斜板飞鸟，对，健身的动作，这都是对，因为在家嘛，所以说特殊时期我们就要在家尽量动一动，对不对？啊，然后尽量活泛自己的筋骨，然后用更好的免疫力、更好的身体迎接疫情过后的春天。那接下来呢，同桌有一个送福利的时间，你还假装不知道？这个我真不知道怎么搞，因为也没说清楚。好。嗯，好，那我告诉你啊，这个很简单，就是闭上眼睛，然后数五个数，然后最后一个数呢，就睁开眼睛，你看到了第一个 ID 和他第一段说的话，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大声的朗读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方便他们录屏，然后留下来永久保存，作为一个视频吐钱，怎么样？就是我看到了这个观众，然后我跟他说啥，就是看到他的留言，比如说闭上眼睛再睁开，看到了你第一个 ID 他说的话念出来，对他说、啊、念出来，对、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方便录屏保存。自己挑着念了嘛，你都夸我啊，夸我夸的越好，我念谁？当然都会夸你，大家都爱你，怎么可能不夸你？对吧？来了啊，嗯，来。公平公正啊，公平公正，来。那我就是在这个上面，在你那个里，他们会在你那里面刷是不？你在你们看吗？你看到什么？我在我这边看，就咱俩现在虽然连着线，但这个评论不是共享的。你看的是你内鬼的那个评论，我看的是我这内鬼的评论，看我这鬼的呀。你看我这鬼的不是看湖南卫视官微这鬼的这节目怎么做？我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我这不是抢湖南卫视的这个流量了吗？一定是要在湖南卫视官微下面去那个评论什么的才正确。做警告一次，开始，不然你直播间的人嘎叽都过来到我这边刷评论来了，不合适。去湖南卫视，我在湖南卫视这里边看那个，然后我定一下啊。来吧来吧来吧，来了啊，来吧来吧，来说仨数，闭了啊。说仨数啊，仨数，仨数之后还有任务，来，三，二，卓卓加油，么么哒，爱你小宝贝。哎呦，这是谁呀？来自谁呢 ？ID？ 怎么是个男人？不是，咱们换一个，咱们换一个，是他，是个男生。头像什么不重要，都是观众对你的爱吗？啊，我看到了，这个 ID 叫 HYHY， 祝你幸福啊啊！你也是小宝贝，永远年轻，永远开心。你把人家 ID 念出来嘛，叫 HYHY。
叫HYHY， 对，祝你生日快乐，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端午节快乐，新婚快乐，此去经年皆是欢喜，对不对？哎，啊，就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语音拿去截，然后截成就是 ID， 就是你结婚的这段话放到大屏上，可以，但没必要。新婚快乐，此去经年，啊，平安喜乐，好不好？平安喜乐。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用同桌最擅长的民歌来两句，体现我们民歌小王子的这样的，这样称号的一个这个实力的时候到了，带给大家几个民歌听一听，对不对？我跟你讲，贺啊，台本上没有这个东西，我这是给你面子。你这不是不是真的，我一定要解，我一定要解释一下，这真不是我要求的。嗯，真不是我要求的。那没人跟我对个这个东西，我唱歌是要收费的。我给你，今天为了广大朋友们，我付这个钱多少钱？啥玩意儿没有？怎么唱啊？我来两句，来两句。我跟你讲，卓的水平怎么都可以唱。坐着唱，躺着唱，站着唱，坐平板唱。嗯，想想啊，我想一个不用伴奏可以唱的歌。嗯，要不然四大名著好不好？四大名著唱过了，听过，唱个没听过的。啊，唱个没听过的。天哪。嗯。主要是这么说，就是没准备，哎，但其实还是想唱歌给大家听的。你看，还想唱个没唱过的。哗啦啦啦，杨柳青，烟火黑。哎。这。你记不记得你在收音机的时候车上给我唱过一个啊？你记不记得在收音机录制的时候在车上给我唱过一个？给谁都唱过，唱了个遍儿，就唱这个吧，来吧。啊，我们再忆往昔。咪咪咪，咿哦。一个优秀的歌者啊，应该活动开。做个平板再唱。小乖乖嘞，小乖乖，我们说给你们猜，什么唱唱上天，那样唱海中间，什么唱唱改嫁买马，那样唱唱海，每根前楼又后黑。哇，真的太棒了，好像行不啊，哎，好像又回到你那个挨车骗那个阶段了，对不对？挨个车的骗，挨车骗真的是，嗯，拿猪蹄子同桌。呵呵呵，原来，哎，真的真的，就是看起来观众们非常非常喜欢听你唱歌，这样吧，啊，我呢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听观众的，观众说啥就是啥，这样吧，咱俩合唱个默，你这样观众就当观众了啊，你去当观众吧，我就当听你的，咱俩这样吧，咱俩唱一个茉莉花好不好？我看大家都在说，啊，茉莉花，茉莉花，嗯。最后一首了啊，最后一首不行，观众答应吗？边儿去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又香又白，人人夸。我以为是一人一句呢，你全程在，你是在捣乱呢，还是在干啥呢？你什么玩意儿你？啊，好 ，OK 了，踹你啊！行了，那个还唱不唱了，大家？不要了，不要了，来来来，不要了，好吧。主要今天其实我们已经排练了一天了，其实我们大家为了给大家送这个宅基送的温暖，然后我们就是临时攒弄起来，然后跟大家聊聊天，跟大家玩一玩，然后缓解一下大家在家其实有一些无聊的气氛，对不对？那主要真的不好意思，真不是说我让你再来一个，什么观众们让你再来一个，这样吧，我就权衡一下，就唱两句好不好？两句美声，今天没唱美声呢。嗯，美声啊，啊，我想想啊，哎，波罗那哈比萨，老唱过的歌，我这个人就喜欢唱新的。你看，卓就是这样，
嘴上呢就说不唱了不唱了，心里还是想给大家一些心意，对不对？啊，不唱了，那就不唱了，我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不唱不唱啊，唱两句不落那个被子嘛。哎，有人说女儿情，哎，说到心坎里了。哎，我跟你讲，你们得点对，来吧。我得放这儿唱。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但愿天长地久，你我一中人儿尽心爱恋。愿今生长相随。好了，非常专业的，非常专业的掌声。这样自带的那个粉丝团，然后来听唱歌，唱歌，非常谢谢同桌。那这样用最后一句话来结束你的连线，然后送给我们。还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们，最可爱的人们。说点什么是吗？对对，他们说点什么，他们说点什么吧。让他们加油，他们加油，早日回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听过很多加油或者鼓励的话了，肯定是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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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说，白衣天使是最美丽的，是最可爱的人。但是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一定是要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再去照顾病患，一定不是要就是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要自己的身体或者怎么着，就怕再累，就哪怕再累再辛苦，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对，把自己保护好，才能把更好的力量贡献在抗疫的一线当中。对，你又把耳机摘下来了，我又听到我的。回声。不过也快差不多了。好，那就这样，我们过两天见，好不好？好，我要连线下一位朋友了。好的。大家保护好自己啊，少出门勤洗手，戴口罩，勤通风，少聚集。人都不要凑热闹。来，拜拜。脸怎么肿胀的？可以啊，唱嗨了。这本来没有要唱歌，一唱歌什么气血翻涌啊，气血翻涌一下子，脸给憋通红，不是脂肪，水光效果，水喝多了吗？行了，差不多，好听哈。去是湿气，我看现在几点了？哒滴哒哒滴哒噔噔哒。我近视吗？有一点儿，有一点近视。八点，我给你们放一首歌，我再去吧。我要上厕所去了，我就下了。我给你们放一首歌。一想到这么优秀、这么帅的人还要上厕所，哎呀，我就恨我自己。为什么要
不放，就这么随性。因为刚刚跟天鹤连线的时候呢，我把那个蓝牙，因为我那个耳机一开，然后两个设备都连上那个耳机了，然后我就把这个设备的蓝牙关了。这个设备之前连的音箱，现在就还得重新连音箱，就有点费劲。哎，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我看好连吗？要一下能连上，那就再啊连上了，给你们放个歌啊，就是这么随意。我在干什么？我在干啥呢？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千年风雅》啊，是一首乐器啊，就它没有词儿，是一首就是埙。啊，一首埙曲，就那个乐器，就那长得像个小胡似的那个埙啊，陶笛啊，陶笛，呜啊，千年风雅，很悲伤，很悲伤，嗯，就非常符合我的气质。别看我平时啊，表面上嘻嘻哈哈，其实我是内心是一个非常忧郁的人儿啊，是一个就是平常就是会思考人生。啊，会想宇宙啊，会想一些啊什么彗星啊、陨石坠落啦，就这些东西，我其实都会去想象啊。其实想的比较多，心思呢就比较杂，所以平常会听一些比较伤感的歌曲，反而快乐的歌曲听的相对比较少。一首《千年风雅》啊，一首极具能够表现我灵魂啊、表现我内心世界的歌曲啊，它是一个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啊，你们可以听一下啊。我记得那是一年的春天，我一个人，从来，我记得那是一年的春天。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没有了目标，学习成绩也不好，一直被同学欺负，一直被老师骂，家里人也都不待见我。我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不行，怎么这么没有信念感，怎么这么没有信念感？啊，差不多可以去厕所了啊。